本期小姐一个拼多多虚拟项目，三两句话啊，解决选品难、产品会不会被起诉的问题，简单粗暴好用啊。拼多多虚拟项目啊，一个方法就判断产品啊容不容易被投诉，产品会不会被起诉啊。做虚拟电商项目卖什么最安全？有人可能会说卖素材，因为素材没有版权，不会被投诉，更不会被起诉。但是素材的话照样是有版权的啊，即使一张图片、一个 PSD 原文件啊、一个模板，照样有版权。好久前有人卖这个兔年的日历素材都被起诉赔偿的啊，也有买人卖插画素材被起诉的，收到法院传票的啊。同时素材类的产品也还有几个不小的难题，就是大家都觉得素材类这个产品安全啊，所以说非常卷啊。素材类产品的版权的话不好查也不好判断啊，而且素材类的产品是被某些这个专门维权的公司盯上了啊，所以说我们做拼多多虚拟产品卖什么更容易出单？有人说卖这个软件类、游戏类的产品，这些产品虽然出单，但存在一个问题这个是如果上架一千保证金的类目的话，容易被查会冻结，非常多大家看看，卖教育类的、考研类的网课也是会被起诉的被起诉。那么做拼多多项目哪类产品容易出单？投资小又安全性高答案就是教程类的产品教程类的产品这里说一下 K12 教育类以及各种考证类的网课，它是归为网课类它不属于教程类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。单店的话，一个月做到5000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多点批量操作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包括拼多多虚拟课程的文档选品、基础运营改销量、付费推广都有，还有这个钉钉这一个虚拟产品的选择非常多。如果需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拼多多虚拟项目，就可以下载百条教程了。